Hello， 各位，等一下，我们这种其实是牛顿骑士之二啊啊！等一下呢，我会丢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比如纸飞机、苹果之类的。苹果不会丢，我会拿下去给你们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接到纸飞机的时候，不要丢掉。好，等一下纸飞机，我会丢纸飞机下去啊。纸飞机丢的时候，我丢的时候呢，你们要接，你们要手举起来，各位手举起来，然后麦香，用纸飞机换麦香，所以纸飞机要留好。好，音乐下。我看你们双手举起来，纸飞机才有可能飞到你们手中哦。周日的闹钟熄了，下课铃。一起还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没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朋友舞曲，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想吃的夹心巧克力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像些深奥的问题。我们的爱情是旧里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。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被撞出你我们会在一起？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的道理。当我拿起手机看到你的短信，不敢回你消息，都感觉快要窒息，把你藏在心底，你就是我的秘密。放弃就期待下一场大雨，和你站在雨中喘息，都是为了有一点滴滴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唱歌唱歌，就这么轻松相信你，为了有些分都忘记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像些深奥的问题。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的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。有人说我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还是相信那些大道理。双手举起来，各位。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。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。祝你们有个美好的新年快乐，各位。新年快乐！